更换喷嘴的时候，对，更换镜片，旋转，即可更换喷嘴。如果更换陶瓷环，这个旋转，拿手顶住里面，看了，这个就是陶瓷环，陶瓷体。嗯。安装的时候，这有个凸起，有两个凹槽，你用手摸这边上，和它对应。卡紧，嗯，用手顶，下边一定要用手顶住，嗯，然后拧的时候拧紧，不能晃动，然后把喷嘴装入。然后更换保护镜片。嗯。把它抽出。抽出之后，立马把它关掉。啊、然后。更换保护镜片。新的把它放入。然后再把这个帽扣入，压紧，打开舱门，把它缓缓推入，推到位，嗯，再扣上。好的，嗯，就开始。